带兵这么多年，大多数的春节都是和战士在一起度过的。节日期间，看到战士脸上那种带有青春气息的虎虎生气的笑容，心里就特别有收获感。杨姐，我忙完先走了啊。好嘞，给家里人问好。哎。我和爱人是双军人家庭，他也经常值班，也很理解我的工作，很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们双方父母都70多岁了，帮我照看孩子，对我们也十分的牵挂，感觉亏欠他们挺多的。前几天，我4岁的小儿子问我，节日是什么？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他，他却调皮地说：“这还不知道，节日就是你跟妈妈都值班呗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感觉孩子长大了，但心里也不是滋味。